冯武周，字永生，号恒宇，四川巴中人，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巴中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，自由艺术家。1997年毕业于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，长期研习中国画，近十多年来从事抽象人物画和意象山水的探索，对人物画的形与线二者兼顾进行空间分割与组合，高度概括提炼，达到形与线的高度统一。急速的画笔在纸上飞驰，线条似天空中的闪电在宇宙中穿行，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切割整个空间，总想找出分割后的多余空间，它都是一个整体。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时，它又显得那么支离破碎，就像一座迷宫，那是其乐无穷的味，如影随形的风，一真一幻的梦，让我欣喜，让我陶醉，令我痴迷。从世界美术史、中国美术史来观察，无论是点线面，都是为形体服务，以形为主，线为辅。方武周在抽象人物画的探索中，着力解决线的音乐性和流畅性，他颠覆了传统绘画的法则，对物象形体和线条在绘画中高度提炼和概括，在造型的同时兼顾线的流畅与美感，在用线的同时兼顾到形体的客观性，使线和形体达到高度的统一。经过线和形的高度统一，将形体结构和道具、场景都概括提炼在一根线条之中，将整个画面物象外部空间与物象内部空间高度概括分割和提炼，达到具象向意象抽象的转换，使画面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。他做抽象人物画时，每一根线条被切割后的每一块形体都有禅意和哲思，用线来分割形，而不失去全部的形，要用形来统一线，又不失线的音乐流畅性，二者高度统一，产生了意象和抽象的物象，使画面与物象的有用空间和多余空间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，增大了观众的想象力、思考性和启发性，回味无穷。他的艺术思想已经跨越时空，达到了如影随形、物是人非的境界。在生活中迷恋的寻觅，在琐碎的梦中追求艺术的真谛，灵气的孩童，沧桑的老人，俊秀的少女，他们那变化万千的形态与神韵，驱动着飞驰的画笔，流动而跳跃的线条在洁白的纸上诉说着秋冬春夏哀愁别离，犹如浓浓春意带来一丝慰藉，又似淡淡月光让人迷离。
变化都是以现为形而服，我不想现成为新的奴隶，我要颠覆这种传统绘画形式，我要把形与现二者兼顾，达到高度统一，如影随形，物是人非。Thank you.